4月16日，时尚品牌图尔特韦茨曼在北京举行了情迷主题展。当天，演员海清、主持人李艾作为特邀嘉宾出席。当晚，海清一袭白色半垫短裙，尽显好媳妇形象，而李艾则是一袭露肩印花裙，尽显高贵优雅范儿。近日，海清发微博晒出了儿子画的油画，并附文：“儿子画的老子，动油画的帮我讲解一下撒。”一经发出就引得了网友的纷纷调侃，很有梵高的感觉，抽象派又大师的风范，小家伙很有艺术天赋等众多评论。而对于网友评论儿子有画画的天赋的说法，海清也是有着自己的观点。没有，我这听到两面声音，有的说他不应该，你不应该限制他，我说我没限制他，有的说他是天才，有的说他真的画得很不好，我也懵了，随他画，他愿意画成什么样什么样。不难看出，评论起儿子是海清一脸幸福，而同样幸福美满的还有主持人李艾。前不久刚刚完婚的李艾，当晚可是幸福洋溢，话语间时常流露出对老公的赞美。有可能，因为你看，我们的鞋子的这个鞋跟是非常的这个高哈，但是他穿着是很舒服的。那因为我老公个子也很高，所以穿这样的鞋呢，刚好可能还跟他还挺匹配的，对，是吧？嗯。看来婚后生活的李艾也是相当美满，而近来李艾的一张自拍照格外引人注目，自拍中只化了淡妆且面颊圆润，这不免让人纷纷猜测这是怀孕的杰作。那就是我要减肥了呗，我加油，我加油吧。你看我这种拍摄技巧都拍出怀孕来了，就不要分享了吧。对，酷六娱乐北京报道。